啊，佛49年为我们讲经叫说法，我们听到了。啊，听到之后，应当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那么这个地方讲深思维，它是双关句子，对于初学的来说，就是现在讲，你要明了佛所说的意思，开经记里面所说的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啊，这个真实义，思维是表示，你认真在学习它。啊，佛法里面通常呢，像禅宗，它不用思维。就怕我们错解了意思，思维是第六意识，第六意识是妄想。啊，思维是你自己的意思，不是佛的意思，这个一定要知道。那佛的意思要用直觉去了悟它，你一听就觉悟了。真的就明白了，没有通过思维，这是真的。那我听了不懂怎么样呢？不懂没关系，不懂不要去想它。你再听第二遍。所以古人讲啊，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因为他不要通过思考，念一千遍之后，为什么会明白了？一千遍心定的，读书千遍是持戒，是方法，你只照这个去做，别去理会它，用清净心去读，用恭敬的心去读。啊，所以现在人最大的困难是不敬，这个没办法，没有沉静心。祖师说的那么清楚，一分沉静得一分利，他不没有沉静心。